今日喺牛頭街買咗支膠水，我哋黐芒嘅8蚊，呢支。咁個芒咧就散咗，鬆曬。咁我而家要用呢支膠黐翻好佢。首先嗰啲框邊位要抹翻乾淨，呢啲位。黐完之後咧，如果條邊有啲膠水，就攞張紙巾有啲火酒抹翻去，抹翻走。抹翻四條邊。
呢支膠水係專門用手機黐 mon 都用呢個膠水，都幾好用。喺鴨寮街買百一支係百，只需要8蚊嘅啫。不如開機，睇得唔得先。聲音上下，開關閂開，冇事。咁嚟睇下有咩，都冇問題，都正常。咁黐完大概3個鐘度先黐得成，咁暫時就冇乜問題。呢支膠水係鴨寮街有得賣，喺欽州街入去鴨寮街左手邊方向有間叫做新昌電腦有限公司，就係擺門口嘅，8蚊嘅呢支。如果自己有信心，可以有時有啲個芒爛咗，個框甩咗出嚟，可以自己黐。如果冇信心咧，就最好揾俾人出去俾人整啦。係咁多。